下。臭李谦，臭资王，好好的晚宴全被他给毁了。嫁给他，想得美！我才不要学什么三从四德，琴棋书画。谭丽，嗯，马上帮我收拾行李，我这就要回西院。啊，公主，您切勿冲动啊！你要回哪儿去啊？我不要嫁给李谦，我要回西院。西月，若你逃婚，西月敢收留你吗？不能回去，大不了我一个人闯荡江湖。明月，相信二哥，对于你来说，留在北轩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王妃才是你最好的归宿。可是那李谦根本就不想娶我，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折磨我。若他不想娶你，他为何会帮我们击退城中的刺客呢？可是他当时救人，不也是为了让二哥你知难而退吗？正因为他出手相救，我才断定他不会太苛待于你。难道我就只能这么苟延残喘的活着？你有西岳秘术，何愁治不住他呢？我那催眠术，十次有九次半都不灵，连弹力都制服不了。那倒未必。嗯，有了此宝之后，你的催眠术肯定会如鱼得水。莫非这是朱心凌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有了他之后，就可以将人瞬间催眠。瞬间，嗯，从现在起，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都听不到。现在时间倒回到你和李谦相遇的时候。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什么兮？什么玩意儿？醒过来啊！这
听到我的响指之后，你会立刻醒来。二哥，你竟突然催眠我，是不是想看我笑话？你这嘴上说不要，行为上怎么没法抗拒啊？公主，奴婢方才亲眼所见，就一眨眼的功夫，您就跟没了魂似的。记得有一次，奴婢配合您练习催眠，一炷香的时间都过去了，奴婢还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，那是因为没有早日得到这个宝物。待本公主再熟练熟练，一下练就最高境界。那有了这个宝物，那些繁琐的催眠过程还需不需要呀？催眠过程中，四目相对自不能少。四目相对，越是要探其记忆深处，被催眠者越需精神集中。总而言之，催眠的根本就是建立信任。若是被催眠者有所防备，就算有朱心凌在手，也会事倍功半。你呀，不要得意忘形，拿着朱心凌为所欲为。另外，大婚前这几天在驿馆老实待着，和亲关乎到国家大事，你不可以再任性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从小到大行走江湖，最讲义气，说不走就不走。嗯。有了这个宝贝，我定让那北宣九皇子李谦心甘情愿地给我当牛做马。哎，北宣人不识催眠术，你若是被人发现了，他们定会当作是妖术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大婚将至的新郎官，不和新娘子腻着，换我来作何？这关中旱灾一半月有余，南陆国又对我北宣虎视眈眈，这赈灾与安江都需要人手，哎呀，实在是难以两全呢。欲攘外者必先安内，正如自古成家在先，立业为后。我听闻你昨日没少刁难人家西岳来的公主，莫非是心中还惦记着那位对你死心塌地的乔慧心？你跟那宋金玉混迹久了，言行举止越发像他。是谁在唤本公子啊？哼，哎，本公子都没有嫌弃你，你这么矫情做什么呀？没想到向来清心寡欲的资王殿下竟第一个娶妻，说说吧，这西岳的美人和我们北宣的美人有何区别啊？一言难尽。嗯，王爷，西岳公主来了，正在门外候着呢。让他进来。是。
见过王爷。啊，公主何事啊？芈月昨日初见王爷，便觉怦然心动，可惜失了分寸，还望王爷见谅。啊，虽然祝心灵可以瞬间催眠普通人，但是如果被催眠者意志坚定，或者是有所防备，便仍需要刺激他的肌肤敏感之处，让其松懈。王爷，王爷对芈月来说是英俊儒雅的君子，是日思夜想的心上人。更是相伴终生的夫君。你倒是放松啊，你到底是定力极强，还是对我十分防备？哼，不管是什么，只要探得你的敏感部位。这家伙的敏感部位究竟在何处？他到底要干什么？难道是这儿？王爷，你的衣扣。见谅，王爷还请放心，明月一定做好王爷的王妃。你所来为何？真是个母兔。许久不见王爷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嘛。啊，尚未大婚，不宜多见。王爷，雀燕送客。送。送客呀？是，明月谨遵王爷教诲。暂且告退。美人计居然失败了，装模作样。等我找到你的催眠窍门，慢慢收拾你。是你个关谷。小倩，这西月来的公主果然与众不同。青玉，你说呢？这西月公主果然对我们小千一片痴情啊。啊，小千，人家道高一尺，你可有对策？雀燕，更衣。他这是作何打算？入宫退婚。既然父皇不同意，
那我就只有让李明月主动退婚。兄弟一生自是有难同当，可是这大婚之事，兄弟着实帮不上忙呀。想必咱们的王爷现在需要静一静。宋兄所言极是，走。二位公子莫走。这打仗的第一步，就是看清敌人的弱点。王爷自己揣摩吧。弱点，柳城啊，你说，本王如何才能让李明月忍无可忍，主动拒婚？王爷，您这不是为难属下吗？属下哪懂女孩子们的心思啊！哎，你就当你自己是女的。公主，公主，不好了，资王殿下来了。慌什么？来得正好。啊，公主，公主，明月见过王爷。公主已到王府亲自拜访，本王岂有不回访的道理啊？哼哼。既然公主要嫁做本王的妃子，那本王自得替公主着想嘛。公主自幼生于西岳，自是对北轩与皇族鲜有了解吧。首先要四目相对。王爷此话另有深意吧？北轩后宫向来都有精读烈女传的传统，不知公主对烈女传有何高见啊？烈女传，我虽然没有读过，但我骑射绝对一流，来日若有机会去围猎，我定给王爷好好露一手。柳城，公主，这是王爷送你的。女传啊，公主今日不妨就先读其中的《人质传》一篇，想必凭借公主的聪明才智，明日定可倒背如流。柳城，哦，明日倒背如流。他定是看出我读书少，现在分明是在折磨我。这书您还是得好好读啊，若是王爷告诉皇上娘娘说您不学无术，那咱们怕是真的要被赶出北轩了。这么多字我怎么背嘛？您不是素来足智多谋吗？怎么一到读书就不灵了？最后一个问题，
人质传一篇，共讲述了那十五位女子的故事。公主可还记得？自然，王爷容我细细道来。许穆夫人，晋伯宗妻。曾孙母，敬范世母。鲁公成氏，麒麟仲子。下一句。康公，哎呀，啊，你康公，你康公，即将，王爷，我答的可对？若无这些雕虫小技，公主可还答得上？王爷是在怀疑我？不信，你刺我伤。不必了。第五城。哦。公主。小姐，没想到聪明绝顶的资王殿下竟然斗不过李明月。我看这前世结下的缘，今生是解不开了。雕虫小技，哎，女人最是得罪不起的。你终于体会了啊！这倒是金玉常年在康乐面前盛宠不衰的经验之谈。什么盛宠不衰啊，他那是无理取闹。我看你分明很喜欢被康乐捉弄，和小千是一种病症。我小千，难道你从未察觉自从李明月来了北轩，你整个人都变了？我二人从未见过你竟如此在意一个女子。哼，本王从未如此厌弃过一个女子。口口声声的厌弃，本就是为了遮掩某种未知的情绪。嗯，讨厌，烦人，臭王爷，纯礼谦，尽快放马过来吧，我是不会认输的。看来姑娘是个内心倔强之人呢。
你是？这偌大的新安城，相遇即是缘分。有缘再见。这未来的资王妃，就这么走了？你竟然知道我是谁？我与李谦相识多年，怎会不认得他未来的王妃？怎么又是他？你该不会也是他派来，专门来戏弄我的吧？女子本为天之圣物，我尤爱尤怜。况且，我根本不会去听李谦差遣，来欺负一个女子。天之圣物，剩下的圣吧。既然他百般折磨你，为何你就没想过悔婚？怎么没想过？可我即使回了西岳，也是被人欺负。千里迢迢来了北轩，怎么也得坚持下去。你是堂堂的西岳公主，怎会遭人欺负？公主，西域各国素来战乱频发，我自出生起便跟着阿娘行走江湖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你竟是在民间长大，命运本就无常，谁又能逃得过他的摆弄呢？人生在世，本就是一场场渡劫罢了。不过我倒是欣赏你这份品性，随机应变，随遇而安。在下司空真，愿交你这个朋友。没酒没肉，那我们就面对天地，结为朋友。既然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那你快点告诉我，李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怎么总板着一张脸，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？他大概觉得那才是王爷该有的样子吧。何止板着脸，就连府上的物件摆设的都是井井有条，不能乱了方寸。臭毛病还真不少。遇事难以亲近之人，反倒更加专情。若你能走入他的心门，那方温柔之地便只给你一人拥有。他温柔？何止温柔啊，还有脆弱。脆弱？任何人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伤痛，重要的是那小子从来不贪恋女色，大可唯你独享。我看他分明是害怕女色，碰不得摸不得。你不会是碰到他的耳垂了吧？耳垂？莫非他的敏感之处就是耳垂？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他还挺矫情的。来，干杯。啊，谭丽给公子请啊。别叫我公子，叫我第五城，第五城就好。第五城。哎。王爷让我来转告公主，请公主来府上做客，也好熟悉熟悉环境，毕竟很快就要加入府中了。做客？其实王爷是很在乎公主的，只是有的时候表达不到，希望公主不要介意。什么表达不到？我看分明就是故意刁难。不，那个姑娘误会了。不如告知在下，公主都讨厌什么样的男人？这王爷又要玩什么花招？我们公主啊，最讨厌那种邋邋遢遢、凡事都不讲究的男人。谢谢谭丽姑娘，谢谢谭丽姑娘。哎，
王爷马上就到。刚才在园中练剑，所以不必拘束。本王呢，喜欢随意，随意。又和我耍花招，谭丽，你先下去。想到王爷在外一向整洁，在府上竟如此随意。哦，我看公主也是随性之人，想必不会介意吧。不会，我与王爷的习性相同，简直天作之合。这第五城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现在你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也听不到了。做了什么？火？原来你怕火？你究竟是谁？对本王用了什么妖术？哼！我是王爷未来的王妃啊，要知道自己的夫君爱什么，怕什么，难道不是一个妻子应尽的本分吗？究竟是什么目的？我不过是要完成汐月公主和亲的使命，你却处心积虑地想要逼我悔婚。我既然能知道你怕火的弱点，自然也能知道你其他秘密。若你继续阻碍这门亲事，
我便让你成为一个没有秘密的人。本王果然低估了你。哼，你我本来就是没有感情的政治联姻，对外做一对恩爱夫妻，私下互不干扰，不也是一剂良策吗？已经不虚，夫妻之实。你以为我真的对你动了真感情，想要嫁与你不成？真是自以为是。容本王斟酌。好，本公主给你一日时间，好好斟酌。在这里平淡风起，那全部都是